师哥，我师哥，嗯，我又发达了，哇，哎，嗨，我给你一堆啊，一堆啊，嗯，快点捡，捡钱呐，嗯，全部都是钱，师哥，嗯，你那里多吗？喂，这里好大个哦，很大个吗？嗯，我来了，哦，哇，哎呦，好大个，哇，不要动我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 我不要跑，我来抓你了。对了，哇，这个螃蟹大，好，一个手加上一个脚都把你。哇，这个螃蟹太大了。这里也有。哎呦，我们两个螃蟹。 哇，我们遇到了螃蟹群了。哇，这个可以，咬断了。哇，四只了。可以哦。你看，现在真的是抓螃蟹的高手，那么深的水都被我抓到了。哇，哎，好多鱼，我能舔到它，绝对是高手啊！我看不见了。哇，不要去动它。 天哪，发达了，那样子哦，爽啊！你看又一头，哎，螃蟹干脆拿回去吃好不好？好好好好，又小的还大一点，我看这种腊螺是最好吃的，带黄色的腊螺，是很甘甜，而且它的肉很脆。给你用一窝，用一窝，这一窝稍微小一点点。 哦，这一窝不大，我们就要大的啊。小的我就不要了。啊！哇，有吧？哇，好肥，又重又肥，这是我今天晚上最大的一个心血。是不是要把这个搬开？嗯。啊，下面，全部都是。 嚯嚯嚯嚯嚯！都是一把，哇哦，又是一满桶了。你有没有多带一点东西啊？不，装下。有啊。又大哦，整个哦，全部都是黄色的，看到没有？差不多一桶了，啊。 哇，看到没有？一堆呀！哇，还有一个。哦。哎呦，要下去了，你不要去。哎，你又放下去干嘛呢？快石头，我真是服了你了。哎呦，我叫你不要去碰它。哇，哦。挖了那么大孔，你这种。挖了，它压到它自己的那个了。 那个咬啦，老是把那个桶放在老远老远，眼睛也，螺也发现不了，搬石头拿到自己的脚。走，换地方。哇，那么大个袋子了吗？哇，很大个袋子哦，这个。哎呦，死掉。 这个壳，哦，怎么？哦，连那个袋子的壳也是很漂亮的。哇，师哥，我又发现一堆，又一堆。嗯，不过太小了，刚好我们下个月组织那个他们来捡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等到他们来的时候，这个螺就长大了。走吧，回去。那个下面的螃蟹应该被压死了，不过拿回去自己吃。 啊，你去掉那个。去掉。我们卖了420块钱。哦，谢谢大家喜欢小鱼，下期见，拜拜。景哥，你来看。雪哈。景哥，你看到没有？真的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毛螺，血红色的，看到没有？看到。刚刚退潮下去。哇，真的。走吧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鱼，现在是白天退潮了，我们今天第一次出来赶海了，走吧。你们上来。哇，真的，哇，好白的真的很白哦，雪白色的。看我这个，看，什么来着？这个是个红色的螺，红色的，看到它的肉了没有？比那个毛蛤蜊的肉更厚哦，看到吗？有一次晚上我们遇到过这种螺，看到没，阿姐？天哪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你看，冒水，冒水！啊，哎呀，遇到三个好大的螺，然后进去，运气超级棒啊！看那个青口螺，挺大的。哦，一大一小，我们把大的收了，小的不要了。嗯，师傅好像有袋子。开口了。哦，很深，哇，真的很深嘞，那个，你小心啊，挺大的，好像挺大的，很大哦，嗯，很大，哇，拔不出来，啊，拔不出来，我挖掉这旁边的东西，拉呀，被我扯断了，扯断了，嗯，可以了，哇，那个根被我扯断了，看到没有，阿姐？哇，真的是发财了！哇，怎么那么大？真的，这个很重，很重，最少有一斤多以上。哇，你那个桶那么大，走，发财喽！哎，师哥，你看，啊，好像又一个毛螺。哦，哇，是啊，看到，我来，这边，哦，它躲在那里的，但是它的嘴巴没有张的那一个那么大，嗯，你看。很重，哇，好大个，好大个，嗯，看了没？那个是个壳，不是螺啊，壳，不是螺，我看一下，不是螺，哪里？你看它的触须都出来了，那个超级贵的啊，那个很贵，东风螺嘛，嗯，它也叫花螺，超好吃，那么大的花螺非常的难遇到的，很贵哦，嗯，很贵，给我女儿吃行不行？不行，我女儿哎。哼，你这眼镜，你长四个眼镜，长到哪里？顶哥，你看，四个又在前面都没看到，我看到了。嗯，看，关住了。哇，好吃，我很喜欢吃。嗯、那个太大了，要卖钱，不能吃。啊、嗯，哎，给夹子给我。哎，有个螃蟹，我看到，太滑了。哎呀。快点啊，上！我那个姐姐啊，真的弄死个人，连账都行了呀，是不是？哇，阿姐，好久没有遇到响螺了，小的，很小。它都出来了。对啊，不是很大。哇，我又看到一个袋子，好像。哪里？来，哇，那个袋子真的超级大。要挖掉，挖掉才能拿得起来的。你看，有那么深的，不然它拔不动。哇，断了，被我扯断了。哎，发财了！哇，有个螃蟹。螃蟹。嗯，我看到那个纹头螺。有个螃蟹。那么小。哇。哎呦。哎，好多比比、哦。那个怀孕了，我怎么好像？自从怀孕了以后，遇到的都是一些怀孕的螃蟹呢。生完了以后来找我。带你回家，让他走吧。哎，师哥，什么？那边。哇，顶哥，你这什么眼神？都没有看到。我都没有看到，像波长一样，像把刀。嗯。那好多钱。哎。哎呦，天哪，被我弄破了。哎。应该也可以啊。嗯。问一下他收不收？投了三个。哎，你们前面有个螃蟹，看到没？哦，老公，有个螃蟹，哇，很大，夹出来，哇，啊，哇，老公夹到了，夹我的手，小心，我戴着手套，看到没？真的很大，第一个螃蟹，有那个桶那么大，走。都喜欢哎，一个空壳。哎，顶哥，我看到那边有个螃蟹，
看到没？很远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看到没？嗯。哎，这里又有，哎哎哎！哇，四个！嗯，螃蟹，看到没？那前面还有一个，那边。这里，这里，四个，完全干净。哇！哎呦！哇，这里还有一个，你看，这么多，你看，你看，哇，在后面，后面，哇，今天真是发财吧？这些螃蟹是一起出来了吗？哎哎，好的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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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一下就知道了四个螃蟹啊，走，继续，继续。今天这水很清，啊。哎哎哎哎，快点，四哥！啊，这里这里这里！哦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吗？啊，看到了，给夹子给我。来，水很清，你要好遇到东西啊。嗯，哇，好大！哇，这个比我第一个还要大。嗯，可以，加油！哎呦，来了，今天发财了。啊，这个真的大。这个海草它很深，哎，那个海草下面有个，看到没？看到那个螃蟹，它躲在这里吃东西，可能在吃那个海藻类。这种深一点的那种水呀，反而比较容易抓到这个螃蟹哦。对，如果浅一点的水呀，它反而跑得比较快。我还喜欢在深的地方去抓那种螃蟹。哎，你说。发现没？嗯。哇，又一个。又一个。哦。那没。哎。来，快点放进。哇，这里，这里。来。那里，那里。哦。可以。四哥，什么海胆呢？螺呀，那些你就别要了，这种螃蟹比较值钱，你不要小你小气了，听到没有？这种海草啊，那个螺呀，都不要了。哇，今天可以啊，金哥啊，嗯，水比较清。哎，爸爸，你看，有一个青有一个袋子，那个还挺大的，看起来。哎呀，哇，这个根都被你拔掉了，活的活的，走吧，这个卖不到什么钱，这种袋子才5块钱一个，没有用。哇，那个里面都是水，还粘了那些各种各样的螺，走吧，拿回去自己吃。要走吧。哎，那里有个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哎呀，往里面缩了。哎呦，哎呀，我看到了。我看到他的腿往里面一缩。小心。嗯，走吧。走。哎，这里又有一个袋子。哪里？看到没？哦哟，那个比你刚刚的，哎呦，不行，我的肚子弯不下去。我来，我来。但也有点很难拔，它太深了，那个根哦。嗯。拔起来很用力，不小心还会把你的手割破。是啊。嗯。但是那个袋子的摇背是很好的。我你看，那个根很长，哈，那是它的那个根。它那个袋子很，那个袋子很年年纪很大了，你看那些贝壳都脱落了，那些壳老化了。走，那袋子拿回去吃。哇，它在那个水里面去呼吸哦，看到没有？走吧，这个螃蟹我们拿去卖。那个袋子拿回去，晚上吃饭的时候把它剁了，好不好？走。哦，你这更疼，你真凉啊。
这个半斤养好一个吗？得了。好。哎呦。来了来了来了。六个六了啊。来了来了来了。谢谢，收到了。我们今天有六斤半的那个螃蟹，卖了300多块钱。谢谢大家喜欢小鱼，下期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鱼。大家好，我是海珠。好了，现在应该退潮了，我们现在出去看看有没有东西。赶海到那边去吧，那里好多人赶海。他在挖鱼仔，那螺是鱼蟹没有，蓝色的。哪里啊？看都看不见。的，哦呦，真的有个螃蟹。哎呦，我第一个货被海珠发现了。哦。它装满了水，就是台风那个海风吹上来。哎，哇，还有一个袋子，那袋子，哇，好，好了，跑了。哦，两个，可以出来吗？哎呦妈呀！你行不行啊？哎呦！你看，我抓到了，来，来放桶里。这个不一样的。啊！又发现了一个很大的。小心他咬你了！哎呦妈呦！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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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就是那样，就是那样！哎呦妈！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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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呀，快点快点快点！这都跑了，他不会咬你的。啊，有鱼，有鱼，有两个哎！哎哎哎哎！我抓到一个，哇，浮点，看他在那里游。一下就搞定了，啊！哇哇，刺到，还是我哇石斑，哇，我被它的刺花斑吧，这个是珍珠斑，珍珠斑，哇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搞点水搞点水养起来，出血了，石头都是宝。好多，好多，哇，太小了。这种又大了。这种还可以。那个小的就不要了，那个密密麻麻，全部都太小了，就不要它了，不管了。好了，丢丢，好了，小心，还咬人的，快点，快点，等等哇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快点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！哇，怎么办？哎，你快点！越走越深了，哇，我都看不见他了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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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办？好，把他赶在前面，哇，上！不要让他往深处跑。哎哎哎，他上去了，他上去了，快点！我的腿有没有五六斤了？差不多吧。哦、扶着，往上抬，往上抬，往上抬。嗯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，我轻轻，我温柔一点，不要惹急他了，不要惹急他了。你抬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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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抬头。
抬桶，再抬桶，再抬桶，再抬桶，继续抬桶，继续抬桶，继续抬桶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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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你温柔一点啊，不要凶。别杀人啊，哎，不没有了。你今年的鸡你不是一只鸡，快点。你不要搞，你不要搞，你不要搞它。快点回去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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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不要不要搞它尾巴，不要搞它尾巴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了，你放走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呀，我腿都软了。那个帽子是我的，这帽子都是水。回家，快点回去，等一下死掉了。哎呦妈！哇，来，给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呀，不好，不好，谢谢。这么厉害？妈的，大不大？大。你称一下有一斤。哇！谁帮拿出来？六斤七了，减去这个螺，然后就是五斤七十了。嗯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五七三十五，三百五。嗯。哇，谢谢。快把手后压上。这个。这个。来吧，卖给你了。手再下手。哦，也是鸡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小鱼，可以关注我们。我们下期见了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鱼。今天退潮退的厉害啊，我们今天又打点潮回去。还是在那里吗？好了，我们去那块石头上面，那里的石头上面那种小的石头啊冒出来啊，那样的那个石头上面的生蚝才多才大啊。这个有点难挑，把它摇一摇。哇，一摇全部都下来了，这个太，我们摇一摇还快一点，好像打还没那么快啊。但是下面的比较大，看，很大，手一摇就下来了。你看，轻轻一敲它就出来了。你看，那个好大，又肥又大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我今天多拿一点，先卖一点。哎呀，你们看，一个一个很漂亮。太多了，太多了，我不知道怎么打。这个先拿到船上去。现在打完，我们要回去了，太多了。好，我们打的这么多蚝，现在准备上岸把那个蚝肉挑出来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上岸了啊。再把肉挑出来啊。但是的摇度啊，就是这一块，摇度就是这一块，扇贝上面也一样啊，啊，还有啊，是烤的话，真的是每个都是。
都不好意思给你们看，哎，怕你们那口水流的。这东西真好吃，是吧？这个不行，太小了，太小不要。哇、哦，谁呀、啊？这边来了。哇，看到没有？你看这三胞胎。妈，你来说。恭喜发财。三胞胎拿来。三胞胎拿来。你看。你看。他们说38亿，那我们就卖20码吧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不用跑到市场上面，坐在那里卖了。我们现在敲完了，准备回去打包了啊。3斤左右吧。我现在等一下拿到那个市场上面去卖啊。啊，我们这个生蚝，等一下有人过来拿，那个卖给他。你好，你好，蚝在这里，装两份吗？啊，装两份吗？这个啊，啊，这个装在一起还是当时两份？要肥放，人家吃不了那么多。好，好，可以。好，谢谢。那个，给加个微信，我转给你。对啊，给我，你用给现金就可以了。现金也行啊，你用给没有啊？哈哈哈，微信就没有了。我没有带你。好了，我们的生蚝已经卖完了，然后卖了80块钱，我现在准备去买菜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大家喜欢就记得关注小鱼，我们下期见啦，拜拜。好什么好，完过是我发现的了、哎、大家好，我是小鱼，现在退潮了，我们出来赶海了。阿平他们都跑到那边去了，走了，多搞一点啊。好的好的。哎，有的螺。哇，猫眼超级大。哎呦，这里还有一个，那里还有一个，看、哎、那个猫眼螺很漂亮。哎，一个螃蟹，咦、哥哥，哇哦，可以收了你，还可以啊、哦、嗯，你看，看到没，你哥看到没、哦、看到没，蓝色的那个螃蟹哦。哎，夹到了。哇，哎哎哎，你这都让他跑了，我真的是。哇，差点让你走了。那个猫眼螺真的很漂亮啊、哦。嗯。哇，这里还有个螃蟹。哪里啊？哪里有个螃蟹？哇呀，螃蟹你都不要，你真的是土豪、哦。快点抓，快点抓。抓到没？可以。你看人家是徒手抓的，是不是？那个，你说那个是什么？我遇到好几个了，好像旁边有点泛油光，哈，对不对？真的没有见过这种东西，飘了好几个了，我看到，哎，它游得很快哦，看到没有？哇，一个螃蟹，哇，怎么在这里啊？哇，寄居蟹，哦，好大，看到没？哎，它慢慢出来了。这个这里又有一个螃蟹。慢慢出啊。螃蟹啊，好，这个强盗出来了，看，你看那个，有个黑黑的，什么？哎，干嘛呀？什么东西、啊？哇！快点快点，快堵住他，不要让他逃了。有，我有。小心啊，小心。哎，哇哇，好了，哎，好了好了。好了，哇，他跑来我这里窝的，他跑来我看见的，他跑来我这里窝的，我看见。喂，那是我发现的，好不好？我看见的，他跑到我面前了。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哎，不要搞错，他们拿去卖。他跑来我这里是我的，我赶他上来的吗？吵什么？好，完不成，我发现他了，我的，我就到他，拿去卖，拿去卖。拿去卖，看多大，多大条？看应该有没有5、6斤？给我报一下吧。5、6斤，给我报一下。又不是你儿子，我你个妈呀，真的。
哇，十多斤吗？不要三十了！哎呦，回去了。等一下，开船走了，走了。开船走了。13.5斤，80对吧？一直80、80、70，80是不是？80，11就是800，三，你算，13.5斤。啊，逼不开心了。我分这么小了，1080。13斤怎么会要1080呢？1080也不可能。是，13.5斤哎，乘以3824。嗯，给钱。我们几个人呢？五个人。210。除以五。210。哎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五个人分，一人分了200多块钱。其实我和四哥比较划算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可以有400多。我们可以有分400多块钱。谢谢大家喜欢小鱼，我们今天发的一笔小财，拜拜。现在准备出海了。我们要开始收网了。你下的太多了。哎哎，有螃蟹啊！一个大螃蟹。哦，这螃蟹大，有一斤没？差不多。还有一个龙虾，还有一个大头虾啊。龙虾。大家看这个螃蟹，看肥不肥，大不大？这个螃蟹最少都是90%以上的肉啊。看螃蟹的时候，这个背上啊，长了个黑色的东西，有个斑点的东西啊，有污染的东西，它就是很肥的，这不用看也不用怀疑它。好了啊，继续来。狮吼泥木，有个斑虾。狮吼泥木还有一个斑虾。大家看这柠檬大不大条，超肥的柠檬啊。小黄花仔，两条小黄花，三条小黄花，还有个螺仔，放了啊，还有个狮头仔，继续来啊。哦，下面一条什么鱼？哇！哦，一条黄鲟。哦，一条黄鲟，应该是条黄鲟。上次那条黄鲟没有你今天的大，今天这个不应该不大。条件好啊，看，大家看，那个黄鲟什么叫黄鲟？大家看看，它这个鳞呐、啊，它那个啊，就是尾巴呀、啊，这个华翅啊，全部是带黄色的，带红色的，看到没有？这边有几种啊？这就是乌头鲟，小的是乌头，大的是黄鲟，看到没有？区别有好大区别，看到没有？哎，下面有一个，一个螃蟹。哦，那也还可以。这个螃蟹不肥呀、啊，一个水蟹，看，透明的，看到没有？那个水蟹是什么样子？那个豆皮下面呢、啊，透明的，看到没有？那个咬啊，全部是透明的。那个里面就肉有还是有，很少很少啊。它那个蜕皮没有多长时间。全部都是水，还没长肉。你看那个壳里面呢、啊，全部是空空的。包粥最香最香。哎，下面一个狮头，一个狮头，一条狮头。小鱼小虾，还有一条什么？哇，下面这是一条什么鳝啊？哇，一条龙鳝，一条龙鳝。哇，一条龙鳝。哇，今天的运气不错，这条龙鳝值钱了，钱都回来了。哦，这条龙鳝大家有没有见过？应该没见过。哎呦，小心哦，会飞啊！鳝里面有好多种啊，这个叫龙鳝，这是鳝类的王牌。看它很温柔，它一发飙的话，抓都抓不住的。还会飞的，这个会飞的叫龙鳝，又叫风鳝啊，好飞的。
这个价钱呢、啊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海的这个龙扇，最少可以到200多。你不要搞他，把他发脾气了，发脾气飞跑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没回去了啊，这个还可以啊，一般般、啊，东西不多。现在下雨的天气太多，这个雨下的太多，那个海水呀、啊、就不咸了。那个海水不咸，那个鱼啊都跑到中间去了。哇，这条风扇，你还可以，就这么一点点，你还可以。然后这个是今天的螃蟹，螃蟹一般般啊。看，下面有没有鱼买啊？有啊，今天一点亮水。这风扇好，这风扇亮啊。哦，这个鱼啊，哇，这种的、啊、是不错，是不错。总共多少钱呢？总共5多斤啊，600块钱呢。不要那么贵吧，我经常买你的鱼吗？你不要那么贵吗？这就不贵了，600块钱。那个扇的要2多。少点了，少点了，少点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，500块钱，500块钱，我全部拿走了，好不好？行，哎，给点钱了，给点钱了，就是嘛，大家都爽快点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五百啊！好好好，等一下我给你送到车上去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谢谢，等一下你送过来。好了，好，给你养在这里啊。嗯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啊，我们的鱼卖了500块钱，那里还有一点螃蟹，应该也可以卖100块钱。今天东西不多，但是遇到那个龙扇挺值钱的。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大家喜欢小鱼，记得关注我们，我们下期见啦，拜拜，回家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鱼，我今天来海边看看有没有生蚝打，晚上可以吃一顿。好了，现在可以跟我走去看看。走，这还说得起好吗？这还说得起。过来，看，我带个五尾。哎呀，这里有一条美人鱼，躲在里面了。美人鱼，给我看一下，拿过来看一下。我给这么，别让我一下。不是乖乖的，你乖不乖？啊！咱这桃红的桃子，咋了都？咋了又？美人鱼。你看，今天吹大桃，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来打生蚝。打不完，我烧个饭吃。我烧些铜锣。看，那个就是生蚝。哦，我们弄干净。这是我的，我要把水倒掉。哦，那碗水呢？嗯，不然它就死了。不会的，它不会。下面我去倒。哦，这个还挺大的。哇，看那个还可以，还挺肥。那个里面好多螃蟹。螃蟹，别飞下了。那个还蛮肥的，以后奶奶在这里玩沙，妈妈在这里，妈妈在这里帮你敲，好不好？等一下晚上我们做了吃啊。嗯，哇，这个漂亮。这个还行。啊，那个好的。那个生蚝对人身体很好，有补肾壮阳的作用。平时特别是补身体的人吃了会对身体会比较好。哇，这个好大！大家看，这个很大。
这是我今天打回来的生蚝，我把它洗干净了，做一个豆豉炒生蚝。继续过一下水。烧起来，烧起来你先放一通。豆豉炒生蚝好了，我先试一下它好不好吃。真的很好吃，那个肉特别的嫩，别看它很小，味道特别好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大家喜欢小鱼请关注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